国语有点人数主义啦，这新闻几乎是拢是恁家己咧组成啦。啊，稻苗爱有底，啊爱有角啦。啊，底甲叫做苗人育人心嘛，啊，甲叫苗民情啦。啊，这是稻苗的需要。啊，国语点人数大概可以写到无？嗯。啊，几百啦，较过几百了无？嗯。是新闻单位也是咱新闻山的嘛？哦，啊，大概可以写。这工课无好做啦，啊，就算什么，阮这借你啊，借人嘛，搞互我讲啦。啊，漳州我讲我话，其实讲我听，我来讲一个话。国语点人数主义好无？感谢王田慈悲学道兄、坤道兄，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。刷下来啊，这个是请林雪娇林讲师，你们当怎么样？陈恒报道，字墨谦，坚毅不拔柳红院。